两岸关系真紧张，是引起外界烦恼。今年的这个双城论坛是不是停办？暂时传出讲，这个双城论坛上有可能在十二月十六到十八举办，也毋过时间也未做最后确认。台北市长张曼恩就表示讲，有信心今年会当举办。双城好，两岸好，这样的角度出发，我们也认为一定要办，所以我们有信心今年可以举办双城论坛的相关事宜呢，我们都持续的在规划协商当中，如果有确定的消息，我们会尽快来对外说明。北市府很有信心今年的双城论坛能够顺利的举办。两岸的大环境越是困难的情况底下，就更需要对话跟交流。根据了解，上海市府最近送出这代表团的名单，市府已经送去的名单，和这陆续向这个陆委会来申请。因为去年这市长张曼恩是亲身出访上海，上海市府是派出副市长花园来接机。今年上海市府可能会派副市长花园来台湾参加双城论坛，暂时双方各咧安排，无排除用视讯的方式来共庆。